女大十八变，男大二十变啊！像你的日子在后头呢，啊、别着急。是你小时候就特别不像我，是吗？你看现在啊，咱爷俩往这一站，这眼睛，这鼻子，这嘴，也不像我。爸，你这话是几层意思啊？不是，没别的意思，最起码我跟我儿子个头特别像，肯定错不了吧？是吗？快拉倒吧，你从小就告诉我，我是从小不好好吃饭，这个儿没长起来。儿子啊，你说话是几层意思？我没啥意思，我就是合计这孩子一共啥，他就不像我呢。用不着瞎合计，你儿子就是你儿子，肯定错不了啊。哎呀，他咋就聊啥呢？什么不像，什么错不了？媳妇儿啊，啊，我就看这孩子呀，你看咋看怎么不像我。我爸这安慰我呢，说这就是我儿子，错不了。钱顺芳，你几个意思呀？啊，这孩子都生出来，现在不像你，退货呀？不是退货，我说你看看，你好好看看，我们爷俩在哪儿像啊？哎，对了，咱俩生孩子之前不都商量了吗？不管男孩女孩都不能长得像你吗？哎，你俩有病吧？啊、生孩子像谁是商量出来的吗？不是，爸，你看啊。我也看出来了，这孩子吧，你说吃饱了就睡，睡醒了完就吃，你让他笑呢他绝对不哭，你让他哭呢他绝对不乐，一点都不驴不随我。对，不是驴脾气像你好啊，驴脾气不能像你，我儿子温柔，随我随我爸。对，没错，我大孙子随我，我脾气就好就温柔。我明白了，我孙子长得是你们俩身上的优点。哎呀、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哎呀，别瞎合计了。我今天早上啊，哎，给我儿子上户口了，派出所人家不能弄错了啊。你看这写的清清楚楚的，父亲，我，母亲，你，儿子，他。往哪儿比划呢？哎，你报的那个。啊、哦。哎呀，哎，我还头一次看这户口本呢。你好好看看。哎呀，这有血型呢。啊，我儿子是 B 型血。B 型血不好吗？媳妇儿，你是啥型的血呀、啊？我是 O 型血、哎。我前年献血的时候还有个证书呢。是不？你啥型血？我是 A 型血。行，重新来一下子。重来！哎，这我还头一回看呢、啊。你看看呀，这上面还有血型，我大儿子是 B 型血。B 型血不好吗？媳妇儿，你是啥型的血？我是 O 型血，我前年献的血，还有大红证书呢。啊、你啥型血呀、啊？我是 A 型血。停！你俩干哈呢？倒带呢？整两遍？出事儿了！我的老父亲。别回去。不是你俩 A B C D 的搁整半天啥意思啊？把我整懵了。爸，你没听明白吗？我是 O 型血、啊、我有证书的。爸、啊、我是 A 型血，不你告诉我的吗？没错呀、啊、那怎么可能生出个 B 型血的孩子呢？不是这有什么？这孩子是不是报错了吧？你等会儿吧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你生孩子那天产房里还有一个孕妇呢，跟你一块生孩子，你是不是报错了你啊？你给我上本拉去！我怎么能报错呢？我那孩子就没离过手。对了，钱顺芳啊，是你带孩子去洗的澡吧？是不是你没看住，你把孩子给弄错了？你胡扯呢吗？我抱着孩子，我洗澡，我两个眼睛我都没敢眨，我就盯着我这儿子。不好意思啊，哎，我看着门开着，我就自己进来了。哎呀，之前不跟你约好吗？今天来给你测血糖。哦，不是，你来的正是时候啊，孩子，来来来。啊，那个我们家现在乱套了，啊，怎么血型大混战？我跟你咨询个问题啊。好，这孩子的母亲是 O 型血，这孩子父亲血型是 A 型血，有没有可能生出个宝宝是 B 型血？开什么玩笑，这完全不可能。哎呀，我就说这孩子就一点都不像我嘛。你说我是 O 型，我有证吧？啊，他是 B 型也验过了吧？你是 A 型，他怎么可能是 B 型啊？是，我是 A 型，是我爸告诉我的呀。你说，你说这孩子肯定是报错了，怎么办呀？是不是？二米，你先别难受，先别难受啊，我来帮你捋捋。这个孩子呢是 B 型血，你是 O 型血，这都是有证明的，对吧？啊，那钱总啊，
您这 A 型血验过吗？我是 A 型啊，我爸告诉我的。对呀、啊，我证明他是 A 型血呀、啊。他那年小时候，我给他上户口的时候，户口有个栏儿得填血型嘛。啊，对呀、啊。他爸爸是 A 型血，我自然儿子肯定 A 型血呀、啊。不都说儿子随父亲吗？这血型。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血型是这么定的。大爷，你们这也太大意了。那钱总40多年了，连自己啥血型都不知道，还在这猜呢。啥40多年了？我今年才37。你别猜那些细节，你说护士，这么着吧，我呀今天出诊随身携带了迷你血型仪，咱们现场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这个主意好，这个主意、哎、来来测一下，快，钱志峰，快来、哎、测一下，快来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这怎么可能生出一个 B 型血的孩子呢？就是。哎呀，给你添麻烦了啊。没事没事。哎哎哎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哎呀，你测着啊！啊、嗯、啊，你还得等会儿啊！等会儿。哎，还得等会儿。好嘞，哎，好，结果出来了啊！钱总啊，您是 B 型血，你们看啊 ，O 型血加 B 型血是完全可以生出 B 型血的宝宝的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吓我一跳啊，这吓死我了！哎呀呀，谢谢你啊，不客气。行了，谢谢你孩子啊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大爷。哎，这我这还有病人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好的，行行行，再见啊。啊，再见再见啊，再见。哎呦，这还是我儿子呀！哎呀，宝贝儿啊，爸呀，啊。你说今天这事从头到尾是不是就怨你？哎，这血型哪有瞎写的你？哎呀，这时候就别怨咱爸了，今天知道不就完了吗？啊，加深一下印象啊！我问你，你什么血型？这不刚验的吗？啊、请看我的口型 ，B。爸，你什么血型？我是 A。太好了！哎，我婆婆什么血型啊？看我的口型啊 ，O。O。停下！别停！再捋一遍，再开始。爸，这事儿你说从头到尾是不是就怨你？你的血型能有瞎写的吗？哎呀，这个时候就别怨咱爸了啊！今天不就知道了吗？啊，加深一下印象。我问你，你什么血型？我不是刚验的吗？啊、看我的口型 ，B。爸，你什么血型？我是 A。太好了。哎，我婆婆什么血型？请看我口型 ，O。哦。你们孩子还有啥问题呀、啊、爸呀，不是俺家孩子有问题呀、啊、是你家孩子出问题了。我的老，你憋不下，你憋什么意思？怎么回事？爸呀，啊，科学你不懂啊？怎的了？你刚才说了你是啥型的血？我是 A 呀。妈是 O 型的血、啊、我怎么可能是 B 型的孩子呢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。你看我们俩往这一站，来，二米丽你给见证一下，看我们俩的眼睛，再看我们俩鼻子，再看我们俩嘴，一点都不像。我说你小时候跟我就不亲呢，你结个婚你还倒插门啊？我每次看你都跋山涉水的，原来你不是我亲生的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你们家孩子抱错了，闹了半天是我们家孩子抱错了。哎呀，钱叔啊，什么钱？爸呀，爸，虽然我不是你亲生的，你放心，你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，我不能忘恩负义，我一定把你当亲爸伺候。儿子，哎，你了解你爸一辈子靠勤劳的双手过日子。是，我知道啊，咱们老家那么多姓钱的 啊都干农活，就你一个人呢、啊、出人头地呀、啊、是啊，做生意呀 啊我在外边老威武老霸气了啊。我说我儿子钱树峰 啊那是鹤立鸡群，矬子里拔大个呀。哎呀，万没想到 啊你这只鹤真不是鸡生的呀、啊、哎呀哎呀，爸呀，爸，来来来，你先起来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的亲生父亲是谁呀？看来我当年的怀疑成真了啊！哎，你记得咱们村里吴叔不？吴叔啊，我记得呀，他有个儿子叫吴都来，没错，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啊。吴都来不还是你徒弟吗？他炒菜那时候好手艺跟你学的。是，这小子特别聪明，跟我一学就会，我们爷俩那处的跟切了差不多呀。
哎，你知道他爹你吴叔是干嘛的吗？吴叔是干啥的？跟你一样干工程的啊。难道吴叔才是我爸？记得那一年的那一天，下着鹅毛大雪啊，在村里卫生所有两家人在那生孩子，一个是老吴家，一个是老钱家啊。你跟吴都来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人生啊，那把大夫忙的是团团转 啊。大夫一看这孩子顺利生下来了，就着急忙慌的把他放在炕上啊。我跟你吴叔进屋，一人拎起一条就走了。爸呀，过年分胖头呢，还一人拎一条啊？你仔细瞅瞅啊！爸呀，你怎么就不仔细看看我呢？那自己在这他用看吗？打眼一看就知道哪个是我儿子。所以说我们俩那没合计啥，完一人抱上一只就走了吗？我又论只了你咋？爸呀，行了，你不用说了，肯定是抱错了。不可能，那吴都来是你儿子啊？怎么不可能啊？怎么不可能啊？确实不可能。哎啊，你相信他绝对不是我儿子？怎么才能相信呢？因为我们俩长得不像啊。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回家正好看到吴都来了啊，他跟我合了一张照片啊，我把他放大了，你们见证一下像不像啊？你别说，吴都来小时候跟我爸长得真是不像。是吗？一点都不像。那应该没有关系。你们看个像，反正我觉得一点都不像。这还不像呢，这不就是一个拉长了一个挤扁了吗？别瞎说话了，拿来吧，我给你收起来吧。不像啊，一点不像。你看啊，顺风的血型弄错了，幸运你的也弄错了呢。我怎么可能弄错呢？不是爸，你怎么可以把我那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走得太急了，忘给二米粒测血糖了。哎呀，那什么，快，一点也不着急 啊。那个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我再给你咨询个问题啊。啊，啥？我呢，我的血型是 A 型啊，我老伴是 O 型啊，有没有可能生出一个 B 型这么个玩意儿？这不和刚才问题一样吗？不可能。你还是报错了。秦总你别难受，别难受 啊，我再给你捋捋啊。您是 B 型血，我刚刚给您验过了。你刚验的？那大娘这 O 型血验过吗？验过，那个她那年做手术在医院里验的啊。那错不了啊。大爷，那您这 A 型血在哪家医院验的呀？对啊，你俩听听 啊，你俩听听孩子说话呢 啊，特别不会过日子。怎么呢？还在哪家医院验的？谁去医院验呢？多贵呀。我那天骑自行车瞎溜达，路过一个桥洞子啊，我看底下摆个小桌，上面有个小牌牌，写的验一次血型2毛钱，我直接给他扔了5毛，我验了3次。哎，你说我奸不？我的大爷呀，这路边无证验血您也敢验呢？就不怕得疾病啊？再说了，他也不可能准呐。准，非常准。那个大夫拿个针往我耳朵一扎，疼的我说哎，他说你真猜对了，你是 A 型血。不是爸呀，他这么说你都能信呐？怎么不能不信呢？啊，完了，你妈当时在旁边呢啊，我疼的哎，省完你妈吓了一跳，你妈哦，他说你老伴不用验，肯定是 O 型血。这能准吗？这个对呀。后来你妈做手术的时候也得验，确实是 O 型血。你看看那老头猜的准不准？你妈人家猜的都这么准啊！你看我验了3次，能不准吗？哦，那也差不多呀，你说。爸呀，那你这也太不靠谱了！你 A 呀一声你就 A 型血，我妈 O 一声就 O 型血，那 A B 型血咋喊？你赶紧让人护士给你测测吧。对对对，你再测一遍吧。啊，对对对，再给我测一下，再给我测一下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能错？你怎么不可能？你给我都整错了，你自己还能整不错？这个不能。大爷，你太不负责任了，你啊！来来，这个哈，来，我真错了，我真叫你钱叔了。一，行了。不用验了，我爸是E型血。别瞎掺和。大爷呀，咱们以后看病验血诊断呀，都得去正规的医院才行。对，像您这种做法，不单是对您自己不负责任，也是对家人的不负责任。对，你对我太不负责任了。你看结果出来了。哎，看什么？您是 B 型血， O 型加 B 型，生出 B 型的宝宝完全没有问题。看你俩，哎呦我的爸呀，儿子停。护士啊，
这回准吗？放心，这次啊准没错。继续。儿子，爸爸，哎，烦了，爸，儿子，哎呀，你还是我的亲爸呀，儿子啊，我觉得咱俩有必要到楼下的小酒馆喝一壶庆祝一下。庆祝啥呀？因为我找到了失散37年的儿子呀。哎，爸呀，你永远都是我爸。走走，赶紧喝一壶。儿子请客啊。哎呦我天，见笑了啊，虎神。没事儿。哎呀，宝贝儿啊，终于真相大白了。你爷爷还是你爷爷，你爸爸还是你爸爸，我还是你妈。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你老婆你姥爷？是的。嗯，等一下。喂，妈，我想问一下。你什么血型？哦 ，A 型啊。那我爸呢 ？A B， 我是 O。妈，你等会儿啊。护士啊，就是你说 A 型和 AB 型血能生出个 O 型不？相信我，不可能。妈，不管你在哪儿，站那儿别动，我马上就到。走。